小鳄鱼咬合力也不可小觑，它现在已经紧紧地咬住了我的 pinky finger。 你要问我感觉怎么样呢，我只能说跟被珠宝吸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它咬住了针就不松口，还好它没有死亡翻滚，我估计要不我估计我这一块肉都得下来了。现在我要做的是什么呢，我只能把它放回水里面，哇，它又用力咬了一下，又用力咬了一下，走吧小家伙，还在咬着，他还在咬着我的手指，我又用力咬了一下，哇好用力，走不走，你要走不走，你再不走我生气了啊！走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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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啦，求求你啦，哎呦，哇、哦、死亡翻滚要来喽，哇，现在能做什么呢，现在啥都不能做，就只能希望他赶快放开吧。哎，你别动他，别动他，挑衅他的更加的事。哎呦，求求您走吧，哎，哼，还不松啊，你这咬着干啥呢，又不是肉，哎，你不是肉啊，好好好，叫着，咕咕，松口 ，release， 你看已经血已经渗出来了，看到了吗？血已经渗出来了，哇，换了一个位置就继续咬了。哎，好了，松了，来看一下伤口，基本上它的牙齿吧还是挺小的。也就相当于就是一排锯齿切进去了，但是并没有就撕开，也就是些小的伤口而已，并没有很大的伤，但还是 handle 这些凶猛的动物还是要小心一点。